大家好，我是何超琼，非常感谢杭州市人民政府聘任我为杭州市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特聘顾问。江南一最一是杭州，杭州有着丝湖、运河、连竹三大世界文化遗产，千年文脉源远流长，旅游资源星罗棋布。今年是杭州亚运会召开之年，面对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相信杭州能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独特优势，吸引更多的酒店以及相关配套产业投资方的入驻。通过艺术、美食、文化等旅游项目的魅力，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旅游体验。同时，联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共同对外推广，把杭州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